看看江叔这漏水的房子，快灭火，快灭火！你现在灭火已经没啥用了啊，你家都没了。谁家没了？你家没了。你家没了呀！赶紧把江叔那个无间火力给整出来灭火呀！美人快点，无间火力！悄悄上去偷点东西。学长，你是咋上去的呀？就还是原来那个地方啊，看看能拿点啥就拿点啥吧。哎，于顿，你干啥呢？你咋把我挤下去了呢？那我不是故意的啊。等会儿，江叔，你是不是在拆我家呢？拆家干什么？美人呢？火灭完了。火？什么火呀？哎，美人呢？我可给你家留了一大半啊。我家呢？我田咋没了呢？完了，我家都没了，谁家都别想有了这回。就当重新开档了，多点事儿啊。没人接，没人接，我屋顶。哎呦我去，江叔，你家这么多灯呢？灯，你家也配有灯？哎，这上不去呀、啊。江叔现在是怎么情况？这怎么上不去呢？家都已经没了，哪是江叔家呀？这个水牢就是江叔家。哎我去，江叔家已经变成水帘洞了，我的天哪，好壮观呐！江叔在家里就可以游泳了耶。接下来还有反派家。反派家我也去，带我一个呗。哎，反派家带我一个。哎，一个不留。不是江叔，你家那几个树去哪儿了？就是太公的那几个树。我的妈呀，我树啊。哎，这可能就是得罪美人的下场吧。我觉得我家可能已经没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别忘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